有痛就是有问题。他用跳跳除毛吗？一二三。哇，膝盖。心好痛。解决心痛的方式，马上再买一个新的。至于的卡呢？觉得刺痛的感觉，我的牙医跟我说有痛就是有问题。使用苏珊丁，他说我的牙齿好痛，我都忘了我有敏感性牙齿了啦。有痛就是有问题，就说你要用苏珊丁长效抗敏牙膏，你就不听。好痛！啊，好痛！Baby， 有痛就是有问题，我看是。快点帮我解决问题啦！不要演了，有这么痛吗？说什么风凉话？你想体验肚子一秒被揍十次的感觉吗？啊，管动完就不痛了。哇！你不是有敏感性牙齿吗？小心，有痛就是有问题。